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编织器大学堂秘制编织器的视频教程。今天呢，我们要讲解的是如何呢编织麻花针的帽子。我们呢给大家看一下这款呢圆形23直径编织的中小学生或者呢小女生的这款麻花针的帽子。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麻花帽它的纹路效果。我们呢这顶麻花帽呢，它呢帽子领口呢用的是螺纹针的针法。这里面的针法呢是一组九针针法。什么叫九针针法呢？九针针法就是给大家大概讲解一下，等到时候正式编织的时候大家能够更好理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纹路，两针的下针，两针的上针，然后这边有三针的麻花，再加上两针的上针，也就是说二二三二为一组的。你看二二三二加起来总共是九针，九针为一组的这个麻花的一个针法，它的针数就是九针。二二三二，你看。我们是这样为一组，然后下面同样你看一组，在下面也是这样一组，这样一整圈下来呢，根据你的尺柱子的数量呢来分组数呢即可。好，我们今天呢视频呢就教大家如何呢编织这种麻花针的帽子。我们今天视频教程教的是四针的麻花，就是这个麻花是四针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视频教程是十针为一组，我们先不理它几针为一组，我们先把帽子领口，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帽子这个领口呢，我们麻花针呢同样呢帽子领口你可以是螺纹针效果，也可以呢是这种下针针法，就我们全下针帽子里面关于这个帽子领口就是翻折两层的，你可以是这样的一个帽子领口效果，也可以呢是这种螺纹效果的一个帽子领口，这个呢根据你的喜好呢来选定即可。我们今天呢讲的是螺纹的一个帽子领口。好，我们接下来教大家如何起这个螺纹。我们今天起的这个螺纹是双螺纹的一个帽子领口。我们呢需要是我们秘制编织器圆形28，编织器大学堂圆形28这款编织器呢是编织正常头围54成人的一个帽子的一个编织器。然后很多人呢收到这款之后呢直接呢将它呢套在头顶上的啊，套在头上呢，哎，好宽好大，说太大了不行了啊，其实不是这样测量的。这款呢我们的帽子是经过这款编织器在它编织完收针，这款的帽子就比如说在这编织器上面收针到真正成为一个帽子之后呢，这才是真正的一个衡量的一个方法，不是说你呢单纯把产品呢就放在套在头上。我们来看一下，是吧，你看它慢慢编织编织编织慢慢缩，随着长度慢慢缩到收针之后呢，自然而然形成一个正常头围的成人的帽子。我们今天从起针呢开始教大家如何编织呢这个麻花针的帽子。我们说我们今天的这个麻花针帽子的领口呢用的是螺纹的，好，我们今天用的是双螺纹。双螺纹就是两针下针，两针上针，两下两上这一个组合，就是四针为一组的这个针数。双螺纹就是两针下针，两针上针。好，我们先从起针开始。我们起针用的是一个 U 型的，一个绕线挑线，下针中 U 型的一个挑线。我们先起针一下，如果你喜欢帽子厚度厚一点，你可以呢像大概这种粗度的毛线呢两团一起打，两根一起打。今天我们视频讲解的时候呢，我们呢先用一根毛线给大家展示针法操作。
首先我们起蒸，好，我们是一个 U 型的起蒸的方法。我们这根呢，正好是起蒸结在的，持柱子正好是起蒸结在，所以你在挑线的过去呢，会发现呢线圈呢有点松，我们要把这个起蒸结拉紧一下，给它拉一下，这样呢这个线圈呢就没那么松。U 型的一个起蒸方式。我们在起蒸的时候用 U 型的这个下蒸的一个绕线跳线的时候，我们这个线圈呢可以稍微就是可以呢稍微紧一点，就是不要太紧。密齿编织器呢，这个圆形28的总共是82根齿柱子，所以我们在起针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耐心多一点，因为密齿的话呢，它才是真正呢打出来的纹路密度呢是真正接近半针或者钩针挑帽子钩帽子出来的一个纹路效果，不同于市面上其他那种编织器，只有我们密齿的编织器呢才能编织出接近于半针编织出来的围巾，或者说是钩针我们钩出来的一个帽子的纹路密度。
接下来起正一行结束之后呢，我们呢正式进入一个帽子领口，我们这倒数最后一根的。好，接下来我们刚才说这是第一根指，我们已经起针结束之后，我们正式进入一个帽子领口。我们说我们这个视频教程麻花针的帽子领口用的是三螺纹，三螺纹就是两针下针，两针上针，四针为一组的，两下两上四针为一组的这个针数。这是一圈82根瓷柱子，也就是说我们四针为一组的情况下呢，还有剩下两根瓷柱子，也就分组数分成20组，四针嘛，82根除以四针的话是20有余，余数是2，我们剩下两根瓷柱子，也就是这最后两根瓷柱子。这是第一根，这四根为一组，四针为一组，我们说四针就是四根瓷柱子，为一组的话还剩两根，两根瓷柱子直接打是一个下针一个上针即可。原本是两下两上，我们现在剩下两根打成一下一上即可。我们呢根据这个呢编织器整个瓷柱子的数量呢自己灵活去推算即可。我们呢两下两上，两针下针，两针上针，两针下针，两针上针，两针下针，两针上，四针为一组，两下两上这个针数呢，给它呢编织帽子领口。如果说呢你考虑到你的有时候怕在编织过程中忘记的话，你可以呢自己呢拿个粘纸呢四针为一组做个标志，在这个1234一组捏一个粘纸做一个标志，1234捏一个粘纸做个标志即可。5，我们已经打了5组了，接下来是第6组，两下两上的一个针数组合。等你熟练了我们的编织器之后呢，其实呢打帽子啊其实还是非常快的。我们呢就是按照这种针数组合，我们说两针下针，两针上针，四针为一组，一直呢编织到一整圈，后面还剩我们刚才这个打的是上针，接下来就是下针的。
真的善真。善真下真善真我们悠闲绕线的一个下针的时候，这个可以稍微松一点点，然后下针结束之后呢，再来两针的上针。圆形二十八的，它总共是82根齿柱子。那么呢，螺纹针两下针两上针，这样四针为一组，四针为一组的这个针数呢，导致呢还会剩你两根齿柱子，也就还剩两针。我们82除以4是20组，20组之后呢还剩两根齿柱子，我们打的是一针下针，一针上针。我们帽子领口我们说用的是双螺纹，两下两上，四针为一组，一组两组这样一整圈，打到最后两根齿柱子呢，打的是一针下针一针上针。然后呢按照这样一个针数的一个组合绕线挑线呢，到一定的你需要的一个帽子领口的长度，我们一般说4到5厘米左右一个长度呢，这就是帽子领口。我们呢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帽子领口呢，是跟可以是5厘米也可以是6厘米，这个呢根据个人喜好呢。所以呢我们呢视频教程里面，我们这个双螺纹四针为一组的时候，四针为一组，这两下针两上针，四针为一组，这个螺纹的一个帽子领口呢，按照刚才这种针数组合打到你要编织到你需要的一个帽子领口长度即可。如果呢你呢在编织的时候容易忘记，你可以呢在每四根为一组的时候呢，每四根齿柱子为一组的时候做一个用一个小链子编标记一下，这样呢你就不会到时候不会忘记或者多打。好，这就是一个关于帽子领口我们如何用双螺纹从起针到用双螺纹编织这个帽子领口的一个过程。我们呢进入我们呢帽子领口打，我这个是用双螺纹打的一个帽子领口的一个大概给大家看一下，这是一个双螺纹的，两针下针两针上针，然后两针下针两针上针。因为呢这个颜色比较深，就是深灰的，所以呢你们在看纹路的时候没那么清楚，所以呢我一般建议说，如果你喜欢浅一点的颜色呢，它的纹路效果更好一点。这个只是一个大概的示意。好，我们说帽子领口打完之后呢，我们就正式进入这整个帽身的部分，帽子的主干部分。我们帽子这个帽身部分，我们再重申一遍我刚才讲过的，这个是边缘针，这是一我们这个是圆寻23的绿色圈的，是专门中小学生的帽子或者小女孩那种小女生的那种帽子呢佩戴的。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之前说过这款麻花呢是九针为一组，这款总共是72根齿柱子，圆绿的这款圆形23是72根齿柱子，然后九针为一组，所以72除以9正好它是8组。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纹路，这个是下针的纹路，两下针两上针，麻花这边是3针，
这是一个三针的麻花，麻花这边三针，这边两针三针，也就是说二三二二加起来是九针，这整个片段是九针，这一块是九针，然后呢一组完之后呢这一块又是九针，它是九针为一组的这样一个麻花的一个帽子的一个效果。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如果打的是正常头围五十，是我们成人的一个帽子。我们今天讲的是四针麻花，然后这里面是多少根尺柱子呢？82根。我们今天打的是十针的一个麻花的一个，其实呢，变化就变化在麻花这边的一个变化。两针上针，四针下针，两针上针加上两针下针，我们来重新再对比一下。好，两针，我们说两针上针。在这个位置，两针上针，中间麻花是四针，再两针的上针，然后呢，再来两针的下针，也就是从这个位置开始到这个位置，这样为一组十针的一个麻花的一个针数，十针为一组，82根尺柱子呢，十针的话，82除以10，还剩下2根尺柱子。我们剩下的那2根尺柱子呢，我们呢要打的是，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说剩下2根尺柱，我们也就是说组数分完之后呢，82除1个10是8组，8组之后呢还剩下2根尺柱子，还剩下2根尺柱子，2根尺柱子我们打的时候呢，我们打的就是一个上针一个下针，打的是一个上针和一个下针。我现在操作一遍给大家看，我们看一下，我们从2针的上针开始打，2针上针。啊，在正式打之前呢，我们再把这个给大家呢解说清楚，这样大家到时候就会明白。我们看一下每一次麻花，我们看一下，1、2、3、4。一般是打到4到5行，就是这样一圈，4到5圈，4到5行。我们这里面是一圈，所以我们叫4到5圈之后呢，扭一次麻花，一整圈，看到没有？一整圈，有麻花的地方扭麻花即可。然后呢，没有扭麻花的地方，原来打上针的就打上针，原来打下针的地方就打下针。所以呢，打麻花针是必须在尺柱子在编织器上面做一个标注的，这样呢你不会乱的，不会打错的。我们来再看一下。4到5圈之后扭一次麻花，打4到5圈之后扭一次麻花，它这个是平均的，4到5，或者说你希望自己的麻花呢层次不均匀，你可以不平均，但呢我更建议呢我们是均匀的，每一个麻花间距是均匀的，是对等的，也就是说4到5圈，4圈你可以4圈扭一次麻花，可以5圈扭一次麻花，有些人希望麻花密集一点可以3圈的，但呢我更建议是4到5圈之后呢扭一次麻花，比如说我们5圈之后扭一次麻花。5圈之后扭一次麻花，一直呢延伸到上面去，就是根据我们需要的一个帽子的长度呢一直打上去就即可。然后呢，原来呢没有扭麻花的这个地方呢，原来打什么针法就打什么针法。我们看一下，我们在没扭麻花的时候呢，它还是一个下针的一个纹路，所以呢没扭麻花之前你打下针就打下针，扭麻花的时候给它扭一次，操作一个麻花的一个扭麻花的步骤即可。好，我们设置一个十针的，也就是说2针上针，我们现在先打2针上针，10针为一组，2针上针，然后4针下针。我们这时候4针下针，记住我们用的是一个一型绕线，是一个一型绕线，就是绕一整圈。4针也就是4根尺柱，1、2、3、4，4根尺柱子。好，我们跳线过去，接下来2针上针。我呢正面这里面有做标记，我这里面标记是什么，你看2针上针，4针下针，2针上针，你看我上针的地方没有做标记，我只是在下针的地方后面又
两个下针，下针的地方做个标志，它是十针为一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针为一组，十针为一组。也就是说你在打的时候呢，你可以怎么记啊？下针的位置做个标记，这时候没有标记的地方就是打上针。好，我们接下来打完四针下针之后呢，再打两针上针。我们呢按照这样看一下，两针上针之后呢，再来两针下针。注意了，我们这边的两针的下针我们用的是 U 型的，中间的这边麻花的位置，一二三指麻花的位置四针呢，用的是一型的一个，就是一整圈绕四根齿柱子绕四圈子，绕完之后呢挑线过去。而后面的这两针呢下针用的一个是 U 型的一个绕线挑线方式，记住哦，区别开来。好，打完一组了，我们第二组继续两针上针。两针的上针，四针的下针，这个四针是到时候打四到五圈之后呢，整个一整圈打四到五圈之后一个麻花的位置。四针下针，后面呢再来两针的上针。接下来呢两针的下针。好，我们已经打完第二组的十针，也就是说打完第二组的十个齿柱子，记住哦，这两针下针用的是 U 型的。好，继续两上，我这个是两团线一起打，就是两根毛线一起打，然后呢四针下针一型的。两针上针，然后再来两针的下针一 U 型的，又打完一组，两针上针，四针下针。麻花这个位置的这个下针呢用的是一型绕线，两针三针，两针下针 U 型。好，两上针，也怕到时候这个位置呢我们没打麻花的时候我们就正常一个下针的一个绕线。好，两针上针，接下来上针完之后两针的下针用的是一个 U 型的。打完之后呢我们继续打完一组之后继续两上四下，两上两下，四下这个位置呢用的是一型绕线挑线，两下这边用的是下针的 U 型的绕线挑线，总共是一个十针为一组的。好，两上针之后又来四下针，用的是一型的，然后再来两上针，
两针三针。打完之后呢，再来两针下针，用的是 U 型的。好，我们又完成一组了。接下来两针三针。四针下针用的是一型，再来两针的上针，再来两针的下针 U 型的，又完成一组了，十针为一组，十针为一组。两下，两上，四下，两上，然后呢，再两下。上下针这个针法呢，务必呢要看清楚之后呢，看明白之后呢，再来呢编织这些特殊针法的一个帽子啊、围巾。十针，下针，两针，上针。其实呢，编织起是相比半针而言呢是通俗易懂、容易上手，非常非常的简单。只要你明白基础针法，一切呢都好办。好，我们接下来两针的下针。这时候呢，我们呢多余的这两根尺剩出来，我们说是82根尺柱子，圆形28的，十针为一组，就是82除以10是八组。八组之后呢，还剩两根尺柱子，我们打的针法是。一针，上针，一针，下针，U 型的即可。然后我们已经完成一圈了，完成一圈的这个帽身的部分。我们玩一圈，完成一圈之后，我们按照刚才这种打法呢。就是两上四下，两上两下针，中间四下针用的是一型绕线，后面这两针下针用的是 U 型下针的一个 U 型绕线挑线，完成它4到5圈之后呢，我们呢来呢打麻花的一个步骤。好，如果说呢你已经完成了4到5圈，4到5圈啊，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强调过。四到五圈这个距离，你已经完成四到五圈，已经打了这一段之后，打到这个位置了，我们可以留一次麻花。四到五圈，你喜欢麻花呢？距离间距长一点，你可以打6、7、8圈，看个人喜好。但我推荐呢，我更愿意说，哎，你打到5圈，我们整个4圈或者5圈之后呢，就可以留一次麻花，一般5圈吧。我们5圈呢，打到第5圈了，打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留一次麻花。这个麻花拧完之后，再打5圈之后，扭一次麻花即可。啊，这个道理呢是非常非常通俗的，相信大家呢都可以理解。然后呢，你没有打麻花的时候呢，你自己原来就打下针就行。好，我们接下来，当你已经打完4到5圈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呢，我们现在是打第6圈，也就是说在第6圈这个位置呢，我们就要开始进行麻花了。我们呢同样先操作，原来打上针的。就打上针，原来打上针了。好，两针上针，好，两针上针完就是四针下针。我们这时候，因为我们说已经打完5圈了，我们要开始在这四针下针的这个地方，因为我们是四针麻花，所以在四针这个地方要开始打麻花了。我们呢，首先呢。1、2、3、4，好，我从左边开始数，一，因为我们是从左边这样打过来，所以这个叫第一根、第二根、第三根、第四根。我们接下来呢，需要借用我们只有编织期大学堂才配送的这根小钩针呢，打麻花的时候是要用的。好，我接下来操作麻花的一个。好，我接下来操作一个麻花的一个。看一下怎样才能让大家看得清楚一点。我们说第一根、第二根、第三根、第四根，首先我们需要将
第一根和第二根，第一根和第二根齿柱子上面的线圈先取下来。我们的毛线这时候在这根位置上。好，我们先把第一根的线圈和第二根线圈的再从齿柱子上面呢取出来。我们刚才取的是第一根齿柱子，第一根齿柱子，接下来呢取第二根齿柱子，接下来取的是第二根齿柱子。把这个线圈呢穿过去，如果你穿不过去的时候可以呢再绕一个圈让线圈大一点。好，我们记住啊，自己要记住哪一根齿柱子对应哪一个圈，第一根第二根。好，接下来我们第三根第四根。四针麻花其实很简单的，就是一二，把这两根呢跟这两根对换。那是怎么对换呢？第一根跟第三根对换，第二根和第四根对换。我呢再放慢速度重申一遍，第一根齿柱子上面的线圈呢和第三根齿柱子上面的线圈是对换的，第二根齿柱子上面的线圈和第四根上面的齿柱子线圈对换。我们呢圆形的打麻花呢在交换之前呢，我们需要呢再做一个步骤。好，我们先把线拉过来，我们来操作一下。记住线从这根齿柱子过来，先把第三根齿柱子给它打一个下针先，然后呢把它的线圈呢移到，记住先打完下针之后呢移到第一根，我们说一三交换，然后线给它拉一下，稍微拉紧一点，不需要太紧，就拉紧一点。好，接下来第四根齿柱子也给它打一个下针，然后呢把它的线圈呢移到第二根齿柱子，一二，我们移到第二根齿柱子，拉紧一下。我们接下来呢开始，我们把线圈，我们第一根齿柱线圈是在这边，我们刚才我们呢把它取出来放在第几个，放在第三根齿柱子上面。放在第三根齿柱子上面。好，放在第三根齿柱子之后呢，我们呢需要呢给它呢打一次下针。好，接下来第二根齿柱子上线圈，我们说放在第四根齿柱子上面，你可以呢给它转个圈，这样线圈大一点，套上去，套到齿柱子上面去。好，这时候呢毛线呢同样呢需要在第四根齿柱子上面打个下针，就是绕线过去即可。这就是一个麻花的一个四针麻花的一个操作步骤。我们打完四针麻花之后呢，边缘的两上针呢继续打，原来打什么针法就继续打，不用理它。下针的位置 U 型继续不用打。好，我们再给大家操作一组麻花，要记住哦，我们现在操作麻花是指我们已经打了五圈之后，打了五圈之后，我们第六圈的时候，我们在四针这个位置呢打麻花。我们因为我们这个是四针麻花嘛，我们首先两针、三针，然后四针、下针，我们呢从左往右数一二三四，把一二和三四的线圈交换。
我们呢首先呢把一二三面的线圈先取出来，用我们呢配送的这个小钩针，你可以直接这样取，也可以呢用我们的钩针挑下来。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样子我们可以先把第二个先取出来，这样第二根在这个位置，然后呢第一根呢可以呢这样取出来，这样取出来，记住哦，自己不要把这个线圈给混淆了，前面这个是第一圈的，后面这个是第二根持柱子。好，毛线呢把这个放在后面一点，我们毛线呢放在这前面，在第三根持柱子呢我们打个下针，打完下针之后呢这个线圈呢放到第一根，我们说一三和第三根，第一根和第三根相交换，然后呢第四根打一个下针针法，第四根持柱子呢和第二根持一二第二根持柱子相交换，拉紧线，记住哦，自己拉紧线的时候力度要注意，不要把毛线拉短，毛线拉短就麻烦了，力度自己要控制哦。好，接下来我们把原来第一根持柱子上面的线圈我们收放到第三根持柱子，这时候呢我们需要借用钩针了，这时候我们需要借用钩针，因为钩针呢可以呢把线圈呢给它呢放大一点，我们这时候线圈在这个位置放到，记住一三对话，打麻花的时候我们呢速度可以放慢一点，因为毕竟呢几圈之后呢才打一次麻花，所以我们可以速度稍微放慢一点。我们呢把线圈把第一根持柱子线圈放到第三根之后，我们打一次下针，好，接下来把第二根持柱子上面的线圈呢我们呢放到第四根持柱子上面，第四根持柱子上面，然后呢第四根持柱子也是需要再打一个下针的针法挑线过去，然后呢往后面打这个四针下针，麻花拧完之后下面的是两针上针，然后两针的下针，好，这就是我们刚才打的这两组，一个碰到一个四针这个位置，因为我们是四针麻花，所以我们在四针的这个位置呢打一次麻花，因为我们一直强调我们这个视频教程是四针麻花，所以我们在四针的这个位置呢是要打五圈之后留一次麻花，每打五圈就是打五圈的长度之后留一次麻花。好，接下来我们呢再给大家示范一组，我们下面一组是两针上针，好，两针上针完之后扭麻花的位置，我们说把一二两根的线圈取出来，先一二三四，我们把第二根线圈先放开取掉，然后呢把第二根持柱子的线圈呢也给它取下来，好，放在边边，然后呢毛线呢放在这前面，这个呢放在这下面，我们呢第三根持柱子先打个下针，打个下针之后呢这个打下针是一型的啊，刚才忘记强调是一个一型的一个绕线挑线方法，下针的中一型的一个绕线挑线，把它的线圈第三根持柱子上面线圈放到第一根持柱子上面，然后呢
第四根尺柱子，我们也打用一型的一个下针的一个方法，给它先打个下针之后呢，线圈呢放到第二根尺柱子上面。好了，我们接下来呢，把第一根尺柱子上面的线圈呢，我们放回来，给它放回，给它呢移到第三根尺柱子。我们这时候呢需要的借用的是，我们需要借用的是钩针，把它呢放回去。好，这时候呢我们同样用一型的一个打下针的一个方法呢，给它打一次下针。好，接下来我们第二根尺柱子上面的线圈呢，我们呢给它放到第四根尺柱子上面。好，我们拧完这个麻花，接下来两针上针。然后两针下针，结编织这一组网。接下来这下面的每一组就是十针为一组里面呢，拧麻花呢跟前面是我们这个四针麻花就是这样一个操作步骤。所以呢四针麻花非常简单，很好记的，就是我们呢说把一二两根尺柱子上面的线圈呢问我们的配送的这个小钩针呢给它呢取下来。取下来的时候自己一定要记住哦，第一根尺柱子对应的线圈是哪一个自己要记住，不要混淆掉。然后呢在第三根和第四根呢先打完下针之后呢再移到一二两根尺柱，也就是说第三根移到第一根，第四根移到第二根，就是线圈移过去，一定要打完一个下针。我们打完这个下针是用的是一个一型的一个绕线挑线的方式，打完之后移过去。同样道理的，我们把第一根尺柱子和第二根尺柱子线圈呢放回到我们第一根尺柱子线圈放到第三根尺柱子放回去之后呢，也要再打一个下针，用的是一型的。好，这就是关于一个四针麻花如何打。我们接下来一整圈每一组就是这样打。然后呢边缘我们说这些打下针的位置就打下针，打上针的位置就打上针，不用去理会它。我们一定要记住五圈，打整个五圈之后，五圈之后呢在麻花的这个位置上，就是四针下针这个位置上，五圈之后扭一次麻花，五圈之后扭一次麻花，五圈之后扭一次麻花。这些边缘的这些没有变，作为一个修饰的这些里面没变的，你就按着原来怎么打就怎么打，不用理会它。好，这就是关于一个麻花如何编织的一个过程，一直编织到需要的一个帽子长度。来教大家如何呢把这个麻花帽子呢给它进行收针。我们之前说过，我们在其他的一个帽子，其他针法的帽子我们也讲过，收针之前我们呢首先将收针的线呢绕整个编织器绕一圈半之后呢再给它剪短。然后我们给它收针，我们收针的时候用的是我们的配送的这个塑料小针。如果你觉得你两根线很难穿进去的时候呢，你可以用个小纸条把线呢给它包进去，小纸条呢给它穿过来即可。好，毛线在这个位置，我们呢给它收针。我们这个线呢可以不用全部拉，等我们需要的时候呢再从这个位置呢给它去拉一下延伸一下即可。每一针先这样过来。有些人问说为什么我这边是两圈线啊，我这个是两根毛线一起打的，所以你不用去理它，两根毛线当做一根毛线。如果你喜欢帽子很厚实那种，
然后毛线呢又不是粗的那种，可以两根毛线一起打。啊，把这个呢，先前的给它放下来，放下来，我们的钩针呢给它挑下来，借助钩针头挑下来。这时候你发现线有点短之后呢，你可以呢把这边的线呢给它拉一点过来，看到没有？你在拉的时候，好，继续。线拉的时候不需要太长，因为你到时候在穿线的时候方便一点。你需要的不够的时候，你可以再给它拉一点过来即可。线有点短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呢，再给它呢，拉一点过来。对比一下，差不多。
好，我们穿到这根尺柱子。我们在穿线的时候呢，一定要耐心，因为有些毛线呢，它如果是散骨的情况下呢，你一定要把它给穿整，给它穿齐一下。好。把刚才的那条线呢，给它拉出来。好，拉出来了。这时候我们轻轻的拉，慢慢的去调整，轻轻的拉，轻轻的给它拉一下。或者说呢，你可以这样，轻轻的拉过来。轻轻的拉，不要一下子用力的拉。有些如果你的毛线呢是容易断线的那种的，就麻烦了，就容易散线。好，我们把线呢，把整个收尾的线跟塑料小针呢给它放进去。我们呢通过反面呢给它进行一个收口。这个力度不要用力，就轻微的这样用力的拉一下。好，接下来呢给它收口，力度不要太用力。如果你觉得你这个口没有说完全收到很合的情况下呢，没关系，我们呢最后一步都会把它用缝针呢给它缝起来的，所以这个不用担心，没关系的，不要用力去拉，太用力的拉是就是很死很那个很死板的，想要让它就是缝合到收到很密的情况下，很容易造成一个后果，就是这个线会拉断。我们在缝的时候可以把线给它拉紧一下。好，最后一遍给它穿过去即可。拉紧，拉紧线。好，你可以呢自己再绑一个结，绑个死结，通过缝补的，通过收口这个缝的一个过程呢，自然而然会把这个收口给它收紧。嗯，我们先把中针剪掉。如果你有需要加毛球的话呢，先不理那个线，先不用着急剪短。这就是一个麻花的一个帽子，我们可以给它加个毛球进去。这个毛球是 DIY 的，你可以根据自己需要的一个毛球大小来 DIY 即可。好，我们来加个毛球。
线呢从这中间呢穿过去，把线拉过来。同样呢，我们打开它的反面，就是内里这一块。首先呢，我们需要的是将这个毛线呢穿过这个帽子，给它呢穿线一次，然后呢给它绑个结，也可以再绑一次。好，把这个线剪掉，剪掉之后我们剩下的这个线呢跟原来毛线收口的这个线呢，我们可以拿过来，拿两根过来，或者全部都拿过来都可以，不过建议拿几根就行。我们呢再绑一个结，再绑一个死结，然后呢把这些全部的线呢剪掉。好嘞，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就是一个麻花帽的一个成品效果。我们来给它配搭一下，这个起针的这个线呢你可以把它剪掉。看到了吗？这个毛线毛球呢，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呢，可以呢给它做大一点，用 DIY 的给它呢。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整个这个麻花帽的一个效果。嗯，好，这就是关于我们麻花针帽子的一个讲解。嗯，谢谢大家的收看。